的看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脱成这样了，你要跳不要跳 ？K 的玩很大，被耍四次，宝气脱光。剑剑独立社开张啦！三千来人了，三千块，三千。我知道你们这种心情啊，因为要花钱买自己的东西，那种心情是难有的了。中一碗很大，制作组有来支招，把大家心里没收高价要他们自己买回去。那黄队还有存了一点零钱，所以他们现在还有三千块钱。哇 ，A 队呢有七千块钱，那这个明码标价，我们是一律都是不二价，破这一颗卡就一千五。好，凶了凶了。小鬼这个卡多卡点，去这一包，我们还附赠小礼。哎，这没钱买的，有钱买的，你来干嘛？我用钱买的，二度贩卖了，我都赚到了，真保大龙条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谁的？小高一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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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带那么多干嘛？我的生理期的东西跟药都在里面。各自买完后，宪哥又出招啦。我现在来招标一些东西，跳湖拿一个行李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跳舞吗？真的假的？确定啊？你的有吃的吗？吃的确定啊？你早睡了多久？啊？都脱完了，不行哎！班主任讲话了，太慢了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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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，不，不，这样不能耍人家，两边都要有一个挑战，我们就各拿一个行李。你是不是真的想要？老实说，是不是真的？一定要吗？就是有充电器嘛。哦，我有充电器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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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，Kid，Kid，man 来喽 ，man 起来 ，man 起来喽。哎呦，再拆麦喽，拆麦喽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你去，你们都在骗我，几个骗？我没有骗，我没有骗，我没有骗。我要他都去，他都去。会不会换泳裤啊？我应该是要用这个当泳裤。因为我没有内裤了，你的比较大咖，换你的。他可能会长。不是，换我的，我干嘛跳啊？我就不要跳啊！不用他，别来耍他了，你别来耍他了。你看你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脱成这样了，你还要不要跳？我想拿行李，想拿行李，我要脱穿，被人撕了，我要脱穿，等下搞你们绑带，你知道？不要这样子，别耍。